为抑制新冠肺炎疫情，香港自9月1日开始实施普及社区检测计划。第一批检测已有37万市民接受采样，在已完成测试的 12.8 万个样本中，有6个样本交由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复检后确定为阳性，其中有4人均是曾经确诊的新冠肺炎康复者，剩下2宗为新增个案。咁呢四位个案分别嘅编号系3185啦、4066啦、4097啦，同埋4285。咁佢哋都系冇病征嘅。咁我哋同医管局都翻检翻佢即系出院嘅记录啦。咁当时佢哋出院嘅时间系8月中去到8月20几咁样啦。咁都系佢哋出院嗰时都系有抗体嘅。咁佢哋嘅 CT value 咧都系有27去到36度啦。咁其实都系即系。未必是有什么传染性的。除此六宗个案外，当日香港还新增8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，其中包括1宗输入型个案和7宗本地个案。本地个案中有4宗个案源头不明，卫生署呼吁香港民众把握检测机会，希望尽早识别没有病征的隐形患者，截断病毒传播链。